你怕以为去查一下，当您执行命令的人，或许能找到什么线索。王爷怎么又提起白良的事了？梁府牵扯出来的线索，极有可能和白良案有关。先帝暴毙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当年你就在现场，可发现有什么异常？飞渊，哎，你去哪儿？苏姐姐，我去叫少爷吃饭。我去吧。都是您知道的，现场没有发现活口，但是在核查尸体的时候，唯独少了族长的独女。有没有发现活口？没有。再去核查一下尸体。是。都仔细点儿。是。这一定是杀我父母之人，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。 但战事逼近，便没再查下去。族长独女，吩咐下去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务必找到他。是。原来是你指使杀我族人，所以你拖延时间，难道是想毁灭证据？你还想找我，找我出来杀掉我吗？ 爹，娘，我今天就为你们报仇。小苏，希文，住手！王爷，不可！希文。 小苏，你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